你要不去尝试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不尝试，我都知道。我对中医不感兴趣。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，我不想学中医，是你强迫我的。交付彼此的热爱，穿越是想好好跟你说，我想好好学习，但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温饱问题？不惧风雨，不惧海浪，为什么是我？而且你这不真的要让我去当那个什么传承人吧？别沉湎某刻悲伤，写每一点伤留白，痛吧的梦更痛快呀！不要退缩，不要遗忘。我是说抓一下张爱政就能把人救回来这事儿，夸张了。你们这个叫聚众无性，对抗，知道吗？大义精神，要向前爱呀！你们这些人承载着中医希望，你们哪一点担得起希望两个字？把阴霾照亮，把阴霾照亮，凡事要朝光明的角度去看，把阴霾照亮，温暖的手会张开，无常的光阴无爱爱，愿这世间别来无恙，追寻心中的信仰，就算前路上更远些。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儿戏。点点明晚渴望，你的目光会澎湃着出生力量，把阴霾照亮，把阴霾照亮，阴霾照。